看到我的了。接着。哦，今天等于拢减肥啊！你好，趴下的点，仰卧，真的连不用拍啊，一人一球，都没拿到东西吗？有拿到东西吗？都没有，所以要翻脸。给你，给你一个。嗯，我一个妈妈白天一个穿个红的，懵懂，穿白色衣服的举手。白色，白色，出来，出来，区别大的，好不好？白色衣服的，这是白红色的，白色哦，白色，白色衣服。你那个，你确定？好，你敢出来就出来。白色衣服哦，白色衣服。这个有很多。它不是白色衣服，是黄色衣服，里面，里面，里面那个够花啊。你站出来，你等一下就赶走出去。哎，那不是白色外套，可以的，可以的，可以。因为我们要迎合那个农历七月啊，好不好？那是，你不要让他够感激啊，你那边还够。好，阿妈，给你推荐啊，白色衣服哦，啊，你白色衣服、啊，一般是白色。白色猫，那是白色猫啦。好了，等一下，那什么，他还要出来表演，是不是啊？他嘛啊，你快退点，我怕你欺负我。啊，等一下，你现在休息，现在休息。妹妹要顾好，哎、欸，一个白色衣服的，白色衣服，好，拿了就可以，赶快去躲起来了，不要出来吓人。有时候那种我们的台湾民俗哦，也不要搞得太那个神秘，但是也不要不信啊，就是尊重这样子。有时候我还跟他说，你们问一下，你看到舞台上面有另外一个女生吗？有，看到了，好，等一下，好，等一下，白色衣服哦，好，这个。那个卫生纸，好，妹妹你有拿到吗？他没拿到，给你一个这个，过吗？过吗？刚刚没去上厕所。哎呀，他沾到污了。跟我换新的，好不好？因为换脚沾到了。他撇到我的脚，他伤心了。刚刚是他尾巴沾到了。好。刚讲了专注力。哦，把你的手放喉咙这里，不要放肚子这里。还有一般主人哦，都会把食物说放后面，哎、啊，你坐好，你坐好。能说不要这样子，为什么？就像我刚才跟你讲了，我要把东西给你们，我就让你们知道舞台上面有东西嘛，懂吗？那我先说，我等一下收东西哦。啊，东西耶，舞台上面都看不到。那你们想说，怎么谢老外照？等一下，哦，有杨国吗？接着，两个，两个。金哦，我这人哦，我都会觉得说，接着，哎，我会被拦截了。好，有时候人跟人之间相处，还有你会去买乐透，但是有的人会讲说，我不要去买，因为我不会中。但是我的作风是在于说，有时候你会站在后面的话，你会发觉说，你就会有天降那个。就会发觉说，原来我的人生中是有机会，人生中是有那个机会的哦，但是就是要站在那边才有机会。妈妈，你有拿到东西吗？啊，你来，假对不起啊，那拿了。妈妈，妈妈住哪里？要去高雄啊？哎，这边有脏话的吗？你又脏话了，田中，快点，
资料参考。好，恭喜刘国栋跨身份证。台中的，我台中的，这个标准点。彰化呢？台中。你那边彰化就是？台中隔壁，台中。彰化，彰化，妈妈彰化吗？鹿港，一庄鹿港。最近还在那，就现在还住鹿港，还是说下面还是？一庄你彰化多久了？我台中。上网查点，上网查点。我也是从鹿港过来的。你不会听耶？你要什么？你要洗发精啊？地方来，咱喝破一下地方来。哦。两边进啊。两边进的举手。没有。哎啊。哎，你刚刚有拿到这个吗？没有。边进的还有谁？就好。有办法接吗？这个，这个，这边还有边境吗？那这边境他是，我觉得还好。我昨天看到一只黑白色的边境猫，我第一次测试一万。